主席，今日兩項動議辯論其實都有一個共通的地方，就是貧窮。關於一個貧窮的問題，就是最近大家都看到聯合國也有一個公佈，我們香港是整個亞洲地區那個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方。貧窮就在香港而家就兩樣嘅啫，一個就係而家我哋講緊嘅老年貧窮，另外一個係在職貧窮。所以今日有兩個動議，基本上一個就係講老年貧窮，而家講緊呢個；另外一個何俊仁一陣間要提嗰個咧，就講緊在職嘅貧窮。中國人有一句説話叫老豆養仔，仔養仔，係嘛？喺農業社會如是，到咗今時今日，香港作為一個發達嘅地區。那個 GDP 人均講緊去到$30,000，都竟然有十幾萬户嗰啲貧窮長者，係嘛？有百幾萬嘅窮人，香港啲低收入人士講緊幾十萬，係嘛？即係每個月收入低過$5,000嘅，講緊係有幾十萬人。老豆養仔，仔養仔，但係而家啲老豆邊有本事養仔啊？係咪？除咗極少數嗰啲老豆，係嘛？我記得呢個廣州大同酒家有一副對聯，後來香港大同酒家都有嘅，而家拆咗嘅啦。用大同兩個字嚟堪字嘅，上聯叫做大包不容易賣，大錢不容易賺，被頭鐵盈利指向微中上，講做生意將本求利好辛苦。下聯就用個同字。童子來飲者多，童父來飲者少，蟬潛水，捐滴何曾見倒流。我哋而家見到啲老人家真係好淒涼，而家生果金加多$300俾佢已經好開心㗎啦，係咪？但係其實真係好淒涼啊！個仔養唔到佢，有啲人覺得喂中國人社會係咪？點得呢？何止唔得啊？簡直是大逆不道啦，應該係嘛？但係喺香港唔係嘅，香港好離譜喎！啲老人家申請綜援，要個仔簽一張衰仔紙喎。喂，呢啲違反中國傳統孝道係嘛？有悖人倫嘅呢啲咁嘅做法，竟然喺香港呢一個所謂21世紀嘅社會都仍然係出現嘅喎。嗱，上邊各位年青嘅朋友，啲中學生喺度聽緊啊！你養唔起你老豆，黃毓民議員，你要簽一張衰仔紙啊！話俾你聽，呢個上機教育啊，主席係嘛？而家咁多學生喺度旁聽，我哋香港一個幾涼薄嘅社會啊，一個咁富裕嘅社會，但係一個係一個好涼薄嘅社會，一個鼓吹啲後生仔唔好孝順老豆老母嘅社會，衰仔紙你都叫佢簽，係嘛？喂，呢啲已經講咗好多年㗎啦，大家，但係你可以做嘅你都唔做啊，係嘛？一定要，即是说如果即使父母不同子女同住，是吧，你都要求长者申请综援的时候呢，即是计算资产要剔除子女收入的部分，你就要签字一份叫做不供养父母证明书。各位小朋友，你们听到你第日不要签，不过你都没有能力养你老豆老母，尤其你现在读完大学毕业，我想提你请你向主席发言，在香港这个社会真是准备做乞衣都得了，大学毕业我告诉你。而家咁嘅環境，因為頭先啊局長先喺度講啊，25年之後啊，4個之中啊，有一個65歲嘅，係嘛？咁你又冇退休保障？嗱，我抄到呢、這個即係社會福利署嘅網頁，好乞人憎嘅喎。講呢個社會保障嘅時候，佢話經濟有困難人士，若果得不到政府嘅社會保障援助，便會陷入極度困境。一些需要獨立撫養幼童的單親人士，或者暫時失業的人士，都需要。得到短期的經濟援助，注意呢一句咯，局長，我希望你責成社會福利處改咗佢啊，唔係我就次次都會㗎你嘅。而沒有為晚年未雨綢繆的長者，亦同樣極需政府為他們提供社會保障。嗱，要害就係呢一句啦，沒有為晚年未雨綢繆的長者，有頭髮，好似我咁，邊個想做辣痢啊？老實講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你將呢個老年貧窮歸咎於長者，當佢識揾錢嘅時候，沒有未雨綢繆啊！哥，唔該你改咗佢啊，係嘛？呢一句説話唔該你改咗佢啊！呢個係一種即係無視社會福利政策嘅缺陷，然後將個責任推俾長者。
呢一種做法，呢種說辭極為可恨，係嘛？我希望局長責成社會福利處處長，將呢個社會福利處相關網頁有關一段文字嘅陳述做適當嘅修正，否則小弟咧得閒都會喺度潤下你，啱唔啱啊？你都會老，不過你唔使擔心，你大把錢，係嘛？我哋香港嗰啲。喂，六十歲以上好多數據都唔使我同你講嘅啦，係嘛？你清楚過我。而家攞緊綜援嘅，截到即係2008年嘅九月，有53.44%，超過一半啊，151,205宗係老人。所以有時我覺得政府咧，過去有幾年咧，嗰陣時我喺電台做緊，我都好興嘅啦，成日去抹黑嗰啲攞綜援嘅人，綜援養懶人啦。係嘛？成日喺度做啲即係嚇啲報紙，有時間唔中我線啲料俾人登下。哇！發達啦，呢四條友唔使做嘢嘅，一家四口啊攞10,000+啦，係嘛？我打工啊冇咁多錢啦。喂，嗰啲個案有幾多啊？呃嘅就唔使講添啦，拉佢坐監啦。類似呢啲咁嘅個案，喂，真係好少嘅啫，大佬。成個社會福利、社會保障制度綜援，大部分係俾啲老人家同埋啲傷殘人士、長期病患者，啱唔啱啊？局長，係咪先？係唔夠啊！2,000+攞嚟買物咩？而家交通費又咁貴。早輪我走去觀塘去即係探訪嗰啲單身嘅老人，揸住2,000+，佢係鬱敏，住到冇雷公咁遠，我係斷六親嘅，冇親戚嘅，唔使社交噶啦，大佬，唔需要交朋結友噶啦。揸住嗰2,000+，大家都知道攞綜援就唔攞得生果金嘅 ，OK？ 揸住嗰2,000+，即係愛嚟做乜咧？係咪先？所以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呢一種講法已經講咗好耐啦，係咪？政府就置若罔聞，當你喺度發噏風。今日各位又繼續喺度發噏風，我哋都係要發，係咪？發噏風冇計㗎啦，你又唔就範，你又講你嗰套道理，係咪？長篇大論，係咪先？根本有一路侮辱啲長者。我希望咧，即係政府慎重考慮。黃毓民議員，請你坐低，時間到啦。講多時間到啦，係啊，七分鐘你講咗啦。未講完喎。未講完都冇法子，請你坐低。梁耀忠議員。